也是因为在这个运动场上而且曾经共同合作，可是比较没有机会坐下来大家在思想上能够做一些讨论，甚至在行动策略上能够做一些交流跟意见的一些互相交换。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希望就透过今天是第一天，下礼拜礼拜天还有一天，透过这两天的研习啊，希望这个运动之间能够有些彼此的更深入的连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Good morning.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at 9 o'clock in the morning. Waking up this early is like a human rights violation. So it's very impressive that all of you are here. 谢谢大家在这么早9点钟就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就因为下属对你们研究很兴奋。My name is Daniel Lee, and I'm from the 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which is one of the co-sponsors of this event. My organization works with communities that face discrimination and abuse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expressi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and HIV/AIDS status in over 10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我的组织主要做的是有关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对人权侵对同志还有性别还有艾滋病各方面人权侵害的各案这方面的问题。It's very exciting and it's an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because the sexual rights movement is very new in this world, only about 10 or 15 years old. 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性权利这个议题呢，在现在还是相当新的，大概只有10到15年的时间。And I think that Taiwan is a leader actually in talking about sexual rights and defining sexual rights from an intersection of movements and struggles. 我认为说台湾在对于性权利这个议题的讨论上面呢，已经成为是一个先进的领导者。And I think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certainly from their experiences and their activism, have a lot to teach each other, certainly a lot to teach me, and I think a lot to teach the world, actually. And I've been working with Li Jiajian from the Gender and Sexuality Rights Association of Taiwan for the past about 5 months in an internship in my organization. And it will be an honor to present together next week on sexual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occup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下个礼拜我将会很荣幸的有这个机会跟他一起跟大家将有关性权利的事情。谢谢 Daniel， 也谢谢 Peter 他翻得好辛苦，他今天一整天都会很辛苦。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中央的何老师跟各位讲几句话。大家早，这一次的活动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性别人权协会的工作人员主席，我们中央最主要的贡献的话，就是贡献我们一些人力的，特别是脑力。那在课程上面以及对课程的安排上面，跟他们一起商讨。由于这一次的这个训练营，其实跟过去的训练营有点不太一样啊。那过去大家参加过，比如说像姐妹营啊，或者其他一些同志的营队也好，或者性工作的运动营队也好，多半是就单一的议题来讨论或者进行研究。那这一次这一个训练营不太一样的地方，正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彩虹的色彩，它包含很多不同的议题，而且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些议题的话，也都是在台湾特别热的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抗争，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进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训练营的话，不但把我们自己个人已经看到的一些东西提出来跟各位交换意见，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个训练营以后，能够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能够看到有些事情是侵犯到我们的性权，我们希望在人权的观念里面注入这个性权的成分，希望看到在人权里面包含了跟性权相关的东西。这个名字的命名的话，事实上希望人权的观念能够更加的丰富，
而不是只是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同时也包含我们在情欲和我们的性别表现方面的这一方面的成果。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这个训练营当中，可以慢慢的向这个方向前进一点。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前面的桌子和后面的桌子是楚河汉界，这个分在两边，好像我们在对立似的。希望我们希望这个空间的安排其实是一个对话，彼此能够看到彼此，看到彼此的立场。那我们今天的话也安排一些很特别的这个发言者跟我们一起，各位在节目表上也看见的。那待会儿的话，到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向各位介绍。希望这个礼拜天以及下个礼拜天，大家都精神很好，能够多多的吸收在这个训练营当中的各位准备特别的事情。谢谢大家。请到两位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跟各位讨论嘛，一位是王璇律师，还有一位是李茂生教授啊。那他们两个会先做一个引言。那王律师大概都知道，长期就是我们一起在妇女权益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今天在谈到我们性言论自由，其实有一个法就是儿少法，大家应该有一点知道这个法造成一些问题。那王律师比较有一些另外一个。认识的方法怎么讲？咱王律师自我介绍。那我们先请王璇律师跟大家稍微简单谈一下，还有他们有没有东西？那请王律师。非常谢谢主持人，那我们今天来的一位所有的贵宾，那我们的各位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其实有关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里面的规定啊，我想在场的应该对他稍微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哈。那么其实从整个法律制定之后啊，尤其是有关于在网络上有关于言交的这个部分，那么其实在书上一直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想法跟观念。那我先简单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在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里面，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有关的，是它里面的第29条的规定啊。那它29条里面的规定呢，它的用语是利用宣传品、出版品、广播电视或者其他媒体刊登或者播送广告，引诱、媒介、暗示或者以其他方法使人为性交易者的，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哈。那么还可以定更是裁定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罪嘛，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样一个条文呢，在实务上面呢，从它通过之后啊，发生非常非常多的案例。但是那非常非常多的案例里面呢，有两个议题，实务界一直有不同的判决，即便打到最高法院都会有不同的判决。那两个议题呢，第一个议题就是说，这里所谓的这个使人为性交易这个人啊，要不要限于18岁以下的人，还是你的这个广告或者你这个传播这个资讯呢，是对18岁以上的人的部分要不要处罚？说是不是针对只有针对18岁以下？如果你今天在网络上面打几个字要跟人家做这个性交易，那么你的对象说限18岁以上，那这样会不会构成这个法律的犯罪？是不是要被判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那另外第二个非常大的争议就是说，这个条文写说使人为性交易嘛，那是不是一定要你在网络上打这几个字，然后打完之后呢，双方已经约定好人对象，然后碰到面，然后从事性交易结束之后才会构成这一条犯罪行为？还是说你只要在网络上面，你只要打上这几个字，那就已经是翻译非常的清楚了，然后就必须要判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直都对这两个议题有一些争议。那不管在实务上面，我们最高法院的解释也好，或者我看得到的是有一些刑事法律专题研究也好，甚至于到最后呢，最高法院为了这件事情呢，他们开了一个会议，然后所有的法官都参与，大家来决议说，你们送到这个案子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判？因为变成不同的案子在法院里面会有不同的判决结果。有的法官就认为说，那他既然是一个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那他基本上保护的对象是18岁以下的人嘛。那所以如果是18岁以上的人的话，那么他去做这个有关于这个性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话，基本上是不应该给他处罚的才对呀。有的法官就会这样认为，但是有的法官就会讲说，我无从去判断你这个你这样打上去，你
到底是对十八岁以下、对十八岁以上的人我保护清楚啊？而且这条规定基本上就是希望社会能够有一个比较纯净的空间啊。那所以这个就算是一种色情的广告啊，那这种色情的广告呢会助长淫风哦，所以呢就认为是不行的。那么所以就会认为，我不管你今天的对象是十八岁以下、十八岁以上都可以处罚。那这边第二个议题也是一样，要不要性教育的结果呢？那有的人就会认为说，当然是有性教育的结果，法条写的这么清楚啊，你就是为这个色情的广告，然后产生性交易的结果，只能为性交易者嘛，所以当然要有性教育的这个结果才要执法。但是有另外一派的人就会认为说，他既然是这个处罚，希望这个社会的这个善良风俗，那么希望不要有这种色情广告的泛滥，那么基本上。87年的时候，我们就召开了一个刑事庭会议的决议，后来就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结论就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呢，到底要不要限于18岁以下的人呢？他们才的决议是不与18岁以下的人限。也就是说，你上过这个色情的广告呢，你的对象，你要交易的对象，不管他是18岁以下或者18岁以上的话，我全部都处罚。那个最具体的理由，他就是认为说，本法的指引啊，是鉴于各种媒体上色情广告泛滥，然后助长淫风，而且因为广告内容通常不记载被淫秽对象的年龄和特色的处罚规定，所以并不属于未满18岁的儿童或者少年被保护的对象。这个部分就采这样的见解。但是第二个部分呢，到底要有发生性交易的这个结果才去处罚他？这个部分呢，最高法院后来决议认为说呢，需要你发生性交易的结果，如果单纯只是在网络上打几个字，那你最后事实上到底后面有没有做后续的行为，这个如果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话，基本上是不处罚的。所以这个部分最高法院采了一个比较开明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比较符合法律规定、法条规定处置的这样一个解释方式。可是，在最高法院做了这样一个解释之后呢，事实上当初推动《儿童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立法的妇女团体或者儿童团体呢，是有意见的。他们认为最高法院这样的一个看法，一定要到有性交易的结果才处罚的话，那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就会觉得，那很难说啊。你要最后抓到他有为性交易的那个结果，那个色情广告，你看在有一些，譬如说在那个私人的轿车在路边，就会有一个假那个广告。那这个单假广告他抓到，可是你没有办法抓到他继续因为看了这个广告而去做的性交易，你就没有办法给他处罚。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呢，那这样根本都没有办法能够处罚，因为这样，所以呢，他们推动了进一步的一个修法的运动。那么在88年6月的时候呢，就完成了修法。结果呢，就把这个法条文字啊，我刚讲说使用性交易要使用性交易这样一个条件，后来就把这个法条文字呢改成为说呢，只要有促使他人为性交易的讯息，只要你有这个讯息的话呢，我就处。但是在刑度的部分呢，就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他利用修法的方式，把这个条文的内容啊，去推翻掉原来最高法院的那个决议。也就是说，他条文就写得非常清楚，因为最高法院既然讲说要成为性交易，因为条文这样写，所以一定要有成为性交易的那个结果才要处罚。那我干脆修法，我把修法改成很清楚啊，就是只要是使人为性交易的那个讯息，我就处罚。所以也因为这个条文的出来，以后所发生的案子，大概你只要有这个散播使人为性交易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话，基本上就会构成这条的犯罪结果。那么也不管他有是不是进一步呢有为性交易的这个结果，就是产生在刑上面看到非常多的案子，就是有一些朋友那么在网络上面只要打几个字，他可能就会被处罚，这样的一种结果。那这是目前的现行的法律规定。那站在我自己长期从事妇女的立场来看这个事实的话，我自己都觉得，会有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压力来自于说，以前在整个台湾推动妇女运动的过程，或儿童保护运动的过程里面啊，其实是对很多议题是非常单纯，我觉得单纯就是说大家立场是一致的。好，譬如说，觉得对儿童及少年的这个性交易或者对强暴这个事情，我们是反对的，这不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以前其实大家都是盟友，然后都是共同在为妇女或儿童的人权在奋斗。然后我们在推动运动的过程里面啊，其实大家都建立非常好的感
但碰到像这种议题的时候，就像前一阵子台北市工商的问题一样，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说，所以他们内部其实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不同的意见，可是那个不同的意见就会变成谁比较强势，然后另外一方也许因为基于以前的政治立场，然后就不太愿意去反对，不太愿意反对，好像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不要来背给我，然后我为了怕你将来背给我所提出来的法案，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敢去背给你提出来的法案或者你要修正的法案。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刑法在修正的时候，我们在刑法处理强暴案件的时候呢，在第十六章本来有一个妨碍风化罪章，那后来就觉得妨碍风化的概念是不对的，我们就改成妨碍刑事的罪章，然后呢就变成第十六章，然后把原来妨碍风化的罪章变成第十六章嘛哈。那在立法院在谈这个法的时候呢，其实非常清楚的是，那个时候在谈到也有一个散播猥亵物品的罪，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色情的或者所谓的某些的一些书刊啊，如果在外面散布的话呢，基本上本来在我们的刑法条文里面呢是有所谓的散布猥亵物质图画罪，在刑法第235条，就是散布、播送或者贩卖猥亵的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者其他物品或者公然陈列的话呢，这是2年以下的刑期。其实有这个法条，然后当初在立法院在审这个法条的时候呢，其实有妇女团体提出另外一个相对的版本，他认为说呢，事实上你说散布或者传播这些所谓的猥亵的文字、图画或声音或影像或者物品的话，有那么恶劣要到用刑法来制裁他的程度吗？好，因为当然在理论上有所谓的什么扣板机理论或者摩塞理论啊，有的人会认为说，那也许这些色情书刊呢，基本上某种程度宣泄了某些人的一些需求啊，那可能呢他就不会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啊。他当然又有另外一派说，这扣板机理论就是一看到这些色情书刊就会血脉喷张，然后就会去做这些所谓犯法的事情啊。本来就有不同的评论呢，但是有些人就提出来说，基本上觉得成人直接上去散播这些刊物，如果能够助长他的，就对他的生活情绪是有帮助的，或者是他属于他自己的自由的一部分，他的人权的一部分的话，是没有理由去给他约束的。现在立这个法条是有一点，就是一个版本，就是说，对18岁以下的人是做这些散播色情的书刊的部分，所以他把它加一个条件叫做，意图说未满18岁之人听闻或者观赏，然后去散播这些猥亵的物品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才会构成。就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在立法事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可是问题是，当初在立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16章，一个是61章。那16章它谈的是有关于性暴力的部分，那16章谈的是有关于像这种社区谈的妨害风化的问题。然后两边的人呢，就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第16章的人就希望不要有人来背责我，让这些有关于强暴改成公诉罪啊，好。把他的构成要件做一些改变，不要到自己不能抗拒啊，只要到这个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会构成所谓的性暴力啊。他就希望这部分的修法能够赶快通过。然后这部分比较重视妨害风化问题的人，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你要让那个16章这样的修法通过的时候呢，那你这一条就不可以用一个例如公未满18岁的人听闻或观赏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他理由是认为说，如果你限制未满18岁的人的时候，事实上。在传播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上次我还要多一个要件要去证明说，他事实上是把这些东西给未满18岁的人。那多了一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基本上我就越难举证。越难举证的话呢，就越不容易构成，越不容易构成就越不容易达到我本来的希望的那个目的。所以就会交换，就是你一定要背给我，我也不背给你。那在那种立法院在立法的那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呢，你就为了要达到某一些你自己诉求的那个目标的时候。觉得谁情
反对，也许在私底下哇哇哇哇哇会去讲，可是真的跳上台面的时候，就怕会外界造成一个对团体内部分裂，或者对团体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去让这个团过不了的那样的情况下，事实上某种程度的确是做了一些妥协，那么才会造成目前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自己在从事运动过程中，我都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个法案，你说要去推翻它，我觉得在整个策略上面，的确有些东西是还可以去做一些努力的。譬如说，我刚刚讲的是不是要限18岁以下的人？我觉得最高法院那样的一个决议的内容，我觉得即便不修法，从去跟师傅做一些抗争，然后去做一些运动的话，还是有改变的一个空间，有一个空间存在。只是你要花费非常大的力气，然后在做这个运动过程里面，你不了解是跟其他的团体会产生冲突，会产生冲突。那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有集合多少的资源，掌握多少的力量，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冲突？就是将来在做运动过程里面，比较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谢谢，谢谢王律师啊！我觉得王律师一讲完，我就发现我们将来的任务很艰巨，我们要勇于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而且还要持续去监督这些法在修的时候，它内部的妥协造成什么样的其他权益的伤害。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林茂生教授。他也长期关心这个儿少法造成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请林教授。也许两个法律人讲的话，你们可能会受不了啊。但是请各位放心啊，因为基本上我并不是法律人，因为法律界的并不把我，并没有把我当作是法律人。当然，如果说我们要谈29条的问题的话啊，只要是稍微受过法学素养，以及学过法学序论的法官的话啊，通常他们都会知道什么叫做系统解释啊。然后到一年级下学期或是二年级的时候，学到刑法总则，然后到刑法总则里面会讲到刑法的前因性，然后再讲到说犯罪类型里面有行为犯、举动犯、抽象危险犯等等这东西啊，然后某种程度上必须要去跟法医的形态连接在一起。好，那我们下次判决是什么东西呢？29条根本就是怎么样违背现在的刑法，或者是违背现在的刑法原因的东西。那你要把它给控制住的话，那就简单啊，只要透过解释学的方法的话，你想说整个条文最主要是保护18岁以下，你总不能讲说啊，那我这对我没有任何对象啊，在网上散播的性交的讯息下去的话，18岁以下的人啊，他的性情操就会受到损害。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因果关系。那你要定因果关系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个因果关系嘛，而且到最后变成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也不存在的话，怎么样呢？当然就是过程当中不该当你是无辜罪啊。很可惜的啊，将近1000个左右的法律人啊，好像肯定有人学过法学序论啊，他们喜欢总则可能也是在补习班里面上过。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就说在台大的时候，很多人啊都不修补课，为什么呢？我专讲这一类的，但是老师让你听不懂。那听不懂的话啊，他们在问我一句话，说老师，你叫这干嘛？国家考试考不考？我说国家考试当然不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出题，当然国家考试不会考出来。国家考试不考，干嘛要来教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从大学就是为了当法官嘛，对不对？啊，这是一种道具，法律是一种道具。好，听好，谢谢啊，就是这样子。香港大法律系讲究1半以上的人都可以考上律师、法官、检察官等等的话，如果说是法学教育是如此的话，我基本上我并不认为说抗争会有任何有效。然后甚至于说你去打大法官回应，比如说跟大法官讲说法学的原理是如此，希望说能够把29条给废掉，或者说至少在解释上啊，给我们一个转换的空间。那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大法官给我的说法？啊，如果有去看的话，你们应该能知道啊。那里面10个公司里面啊，冠冕堂皇的说人民在哪里啊，踏着前人的血迹啊，一步留在啊，使我们的人权更多落实。但是每一篇的介绍在最后面啊，都唉一声结束。为什么啊？因为大法官们啊，要采取核宪限定核宪解释啊，这个条文和核宪法规定，此个案适用上有点不同，下次请小心。那下次再来一个。
他又在来一次申请，他又在限定和限期时，这个法律和附宪法规定只是适用上不妥当啊，你适用100次不妥当，他就给你100个失职啊，那就记住这样。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说打了大法官之后啊，个案能够得到救济啊，请看一下大法官会议法，看一看说到底有什么得到救济，或者去看那本书不知道。其实在这一条路上面啊，我之所以会放弃法律，我现在待在法律系只是为了回应老范思啊，不然说出来的话啊，如果我离开法律系的时候，社会系也不要我，哲学系也不要我啊，那都不用讲中央大学的话，那根本那我为了实在我可能继续留在法律系面，我教什么东西呢？教监狱法，教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等。刚才主持人跟我讲说，我对于性交易法这条非常有兴趣啊，哎，对不起啊，我只是有兴趣看那些性讯息而已啊。那对于法律这一个方面的话，我其实是没有很大兴趣。那我一直在看性讯息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一件事情。1970年代的时候啊，我好像我们法律院讲话太快了，我翻译的真的是很失控。不太清楚啊，现在我在讲废话，让他能够休息一下。不然他是不是很辛苦啊？因为法律人讲话都很快，而且这逻辑跳也非常快，中间啊串不过去的地方，我们就说哎，你自己编就好，怎么样啊？我们只要说讲一个头，再讲一个尾，然后中间东西你自己去串啊，这个因果关系，对不对？法官判断因果关系也是很自由的啊，我们法律人讲话也很自由。好，我就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1970年代，美国人最早开始讲 sex freedom 性自由，然后这个1970年代的这一本书非常轰动，然后到1980年左右，他们改成 privacy 这种词。那也就是说，对于私领域这个地方，如果经过双方的同意的话，在私领域这个地方经过双方的同意，法律是不准侵入。啊，受监啊，同性恋啊，什么都不能侵入，这是我的 privacy 问题。但是这个性行为，如果到公领域里面去，就会发生一个很奇妙的问题。到公领域去了以后，他们就会想到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说，只要有同意就可以做嘞？哎，他们就设定两种啊不一样的什么限制，对于所谓的同意权、性同意权、性自主权，做了两种限制。第一个限制是18岁以下的才保护。18岁以下要不要保护法？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啊。那对我来讲，我才真正需要保护啊。年纪越大越需要保护，年纪轻啊有往之前啊，尝试人生的各种不一样的啊，酸甜苦辣啊，对。年老了有既得利益才需要保护啊。这个法律的话都是这种东西啊。好，第二是什么东西呢？第二啊，就是我的强制录入的问题。你做了以后，如果很多人看了，会干嘛？啊，又兴奋又感到羞耻，那是不是又兴奋又羞耻呢？我们去看看509的失职解释，啊，其实那个是什么？从日本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司给他办下章，你看把它翻译过来的东西啊，所以说，谁在抄袭谁我不太清楚啊，因为前后的问题非常明确，那里面就讲说，啊，你看到人家在微信的时候你会兴奋，然后又感觉到羞耻，又感觉到自己的道德感情受到伤害。哎，这奇怪了呢！看到东西又兴奋又羞耻，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想一想啊，原来看到人家在猥亵、在性交，我感到兴奋，而我公然的兴奋是一种耻辱，所以说我感觉到羞耻啊！不然我怎么又兴奋又羞耻呢？兴奋就兴奋，羞耻就羞耻，对不对？啊！后来我又想想，我这种想法不对啊！哎，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不把灯打开来，总是那个不羞不羞，对不对？哎，为什么我们不把灯打开来呢？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呢？夫妻都已经非常熟识啊、熟悉啦、啊，为什么我们还穿着衣服嘞？很妙的一件事情，我就开始突然就往里面去钻，我发觉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问题。回到我60年代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不是法律的问题，我所接触到的是必须要工作的问题。他在信史里面啊，当然信史是80年代的东西了啊，半截很多篇文章都谈到。性跟劳动的问题，那我就发觉说，性跟劳动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劳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可以当做货品来卖，性是一个使得劳动能够再生产的动力。为什么呢？你从事性，特别是核心的性行为的话，你会怎么样？会生子嘛，对不对？会生下小鬼嘛，对不对？小鬼是什么？新的劳动力嘛，没错吧？
男人在外面干嘛？还有辛苦的工作，身体很累很累，回到家里他要性安慰嘛，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样呢？性可以使得劳动再生产，但是如果性也是一个商品的话怎么办？哎，如果我是商品的话，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如果商品的话，有钱你美就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可以吗？好，如果我对象不确定的话，请问一下，我会生出什么效果出来？这小鬼都会变成很好的劳动力，搞不好还有心病，把心病传给小孩子，以后就不会成为很好的劳动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家庭，让女人待在家庭里面，从一而终，那这样的话才会有什么很好很好的什么生殖功能，而且在家里面怎么样？你从事性安慰活动，能不能要钱？要钱就很丢脸啊，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样，性行为就被锁在说非商品化的东西。很奇怪哦，劳动是什么生产的工具、生产动作，而性是使得劳动能够再生产的一个活动。基本上，如果在资本主义里面，应该两边都被商品化才对。为什么性不得商品化？性为什么要有那么强烈的道德意识？其实就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里面被创造出来。如果各位如果小心一点去看刑法第十条的规定的话，以前我们规定是生殖器跟生殖器相碰撞，对不对？哎，下面的什么口交、肛交什么东西都可以啊？哎，好像男的也可以强奸女的，女的也可以强奸男的。对不起，你搞错了。第五项的第一款规定是性器官侵入性器官，好，可以。性器官可以侵入谁的性器官？女的性器官可以侵入男的性器官，你想想看。女的性器官可以侵入别人的肛门，你想想看。然后再看第二款里面，一身体其他部位或侵入他人的口腔、肛门。好，女性的其他身体部位可以侵入口腔、肛门的是什么东西？类似于阳具的东西，了解吗？被侵入的是类似于什么？女性生殖器的身体的器官。其实整个的第十条你可以看到进行侵犯活动，而被侵犯的人是一个男性，只是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把它当作是女性来看待。或许我们可以讲另外一回事，我们说我们强调性自主，所以说当一个女性被强制性行为的时候，我们说违反意愿，看起来很进步，对不对？但是你更远的观点来看的话，一个女性她的同意权，她对性的同意权，这个同意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在家里面你如何证明我不同意我的先生？除非你能找到家暴事件许多案例，而家暴代表什么？家庭的破碎，爱的毁灭，然后法律说没有爱的婚姻里面的性行为要处罚。我们处罚的并不是违反女性意愿的性行为，而是违反什么家庭的基础爱这种东西的性行为。如果你可以这样推论出去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理解。我们当然在公然的场合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所谓的把商品化的性把禁止掉，甚至于怎么样，并不是你在做商品化的性的时候，我要禁止你。这个东西我们就会讲说人性禁不了，于是我们往前面一点去预防，干嘛？你暗示的时候我们禁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我们人类从事性的时候，有些男人非常胆小，不敢直接跟女性接触，像我一样，然后跟女性一接触以后，总是会被女性打啊，这个打是言语上的攻击啦，打什么攻击话，知道我的人就知道怎么样啊？我在学校里面把女孩子骂了两次啊，那两次都是最后面。对不起，我错了，可以吗？那我把男孩子打两次骂干嘛？我就耍乖乖，到处在平台上面写说，我把男孩子骂，可以吗？其实某种程度上啊，我是一种所谓人际关系里面的男女关系很弱者，我不敢跟异性哈、做很直接的接触，于是我怎么办呢？哎，我就要想象跟异性接触，对不对？我透过什么东西来想象跟异性接触？猥亵物品，猥亵物品不是真实的东西，只是一种男女关系一种虚幻的一种假设。那这种虚幻的假设，某种程度上会去看 A 面，去看黄色书，看的那些男性什么？哎，他真的很厉害吗？实际生活里面得不到满足，那种最懦弱的男人才去看这种东西嘛。我如果真的厉害的话，对不对？我花花公子，我有钱，是不是？
法律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禁止这种东西？其实只是一种什么形象上的问题而已。我们要禁止什么东西？你实际上卖性也不行，实际上展现性也不行，实际抽象去弄性也不行，在公的领域里面。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伤害，我一律禁止，对不对？好，那我讲更简单的，29条，黄律师讲的清楚。那我们来讲猥亵物品散播罪。什么叫做猥亵物品？先定义什么叫猥亵，对不对？又兴奋又羞耻嘛，对不对？好，我看到我正对面那女孩子，对不起，我是老花眼啊，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的啊，那我就慢一点。我正对面那位女性可以吧？啊，那我一看到她，我就开始兴奋了，我开始想象了，想象她没有穿衣服啊，对吧？啊，其实女性对我来讲，每一个都是猥亵物品，对吧？所以说走在路上的女性，每一个都在公散布猥亵物品。啊，我会要求警察把所有的女性全部关起来，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对于性这边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话，任何东西，你们看到我拿着一个麦克风，你们想象的是什么东西？来，啊，大家都应该去想象了，对吧？啊，那问题就是说，你们说那么过分吗？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怎么样说啊？这个东西会勾引住我们的性欲，对不对？啊，色情光碟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各位的性欲？啊，一张塑胶片，你看到塑胶片就开始兴奋。对吧？这是你们被规训，对吧？啊 ，banana 对吧？啊，还有什么东西 ？penthouse 啊，摆个 7-Eleven 架子上的东西，你看到什么东西兴奋？看到那一封那个塑胶封皮，有没有？防止人家翻那个塑胶封皮，你看到那个塑胶封皮就开始兴奋，对吧？为什么会兴奋呢？为什么警察都会兴奋呢？因为他们受到了规训，受到谁的规训？受到女权主义有关于性自主权在公司性劳动，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商品化跟非商品化之间的一种。规矩，其实某种程度上，现场的各位，包含我在内，到底能不能把性跟劳动公开跟非公开、商品化跟非商品化这几个区分的要素，透过系统或者观点去把明确的区分出来，规范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拥有的一个性的秩序，这个才是最困难、最困难的东西。请各位不要把法律人当作敌人。你只要把法律人当作什么蠢蛋 ，IQ 50以下的人，其实你就会开始忍受一些蠢蛋在那里写判决书，然后啊，算了，可以吧？真正的敌人不是这些 IQ 50以下的法律人，真正的敌人是各位自己。我想就交给何俊仁老师，请他来接主持的棒子。我知道，就是我请何老师做主持的棒子，因为我们这边除了等一下可能说发言之外，我还有些特别来到现场要跟各位分享一些他们的看法的朋友，请何老师。好，我们下面这一半的话是由塔罗波跟我来就两个领域里面有关，几乎要跟和尚儿童相关，以及还有更广泛的网络的性言论这个部分。来进行讨论。那卡维波这个部分的话哈，他也带着一位特别的朋友过来，那这位朋友也可以谈一下他在网络上的一些经验。那我的话也邀请了另外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话是跟台上有紧密关联的朋友。那待会儿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他们亲身经验来分享一下，让大家看到这一些限制和压力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形成的，现实真实的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非常痛苦和困难的状态。那我先请卡罗波先讲他这个部分。我就讲快一点哈，从小我怕我时间不够。这个我先讲一下，就是关于最近的这两个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谈的与网络人民自由有关系的事件啊。第一个是这个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新闻我把它新闻念一下，家长及老师们要注意。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家长与老师要注意有道德上的分的。目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一种具有将色情影片隐藏分割为普通图片的，在下载解码结合还原为 A 片的新软体“爱的机器”啊，然后他就破获了游戏，然后说幕后的组织是电脑工程师啊，高科技犯罪这样子。这个那其实这个同样新闻呢，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另外一个
可以看他的写法，他说台北市情大厅首度破获一种新形态的色情网站。新形态啊，网络的主持人涉嫌利用山水图案作为掩护，只要下载城市组合档案后，这些山水图案居然就变成色情影片，许多青少年去了这个网站观看色情影片，很奇怪，就是他知道是青少年看。OK， 我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站长他只看着 WIP 进来吧，他怎么知道是青少年在看 ？OK， 这个意思啊。接着这个色情网站观看色情影片，家长还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连上了网站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些看起来景色优美的山水画刚好可以下来当成电脑的桌布。哪会知道经过一个小小影片程式播放之后，山水画马上摇身一变成了令人作呕的色情影片。这是记者写的，是说他一句下了段说这个摄影师你看得会作呕，你看得不会很兴奋，不会什么都不会啊，事情大成半圆顶，其实光是看网站名叫爱的机器，它的网站名叫爱的机器，就可以知道这个网站内容并不单纯。啊，再来他说，穿着黑色外套正在接受询问的邱姓男子，就是网站的站主。描写啊，他现在你不要穿随便穿黑色外套啊，那意思就是说黑色外套可能是表示某种黑道啊犯罪分子的一个标志。为了架设这个网站，他还特意找一个什么蔡英文女的女的啊，很多家长就跟很多家长一样，蔡英文是架网站还不知道自己触犯法律，因此也提醒家长多注意小朋友上网站，从青少年变成小朋友了，哎，是不是？啊，到底在看什么影片？他趁着上网满足自己的对性的好奇心，你还从来不去啊？好，这个当然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这个首先这个贴图是贴在一个网站叫台湾 Peace 情色网站。那个贴图是什么呢？如果 Jesse Case 有的人不知道的话，就是说它基本上是这样，这个网站是在美国，是一个美国的网站。那么贴图就是说，其实讲简单点，就是我提供链接，如果在台湾贴图的话，因为这个图片呢基本上是在也是在，就是说就是当然有的人不太懂，但是大部分人知道的就是这个图片在国外的比如说网站，比如说国外有的性研究网站里面有些色情影片，对，然后我贴图呢就是等于是说在这里提供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在你电脑上可以看得到这个图片，但这个图片的来源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网站，这是贴图。那贴图当然里面都有漏三点啊，但有意思的是呢，漏三点它都没有抓，因为这种贴图网站很多啊，你们到了 Google 啊，就是单词上啊，你打贴图就会很多啊，就可以看。那这贴图呢，除了贴图以外，也可以贴影片，就是这样。好，那贴影片的话，这个他这次贴的是国内的自拍的啊，小米的圈圈啊，所以也有人猜测，所以也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子违反智慧财产权，对不对？好，那爱的机器呢？如果这是一个你们又不知道的话。这个在这里面被当成我的色情软体，很多网友就说啊，那我的键盘是不是色情软体？我的软体，我的 IE 是不是色情软体？是不是色情软体？爱的机器只是一个抓打的机器，就是这样子，给我抓客户。那他这个原始的人是什么意图是不清楚啊，但是呢，在整个描写里面就变成说，它是一个很可怕的、阴谋的色情的一个机器。为什么要欺骗家长啊？是肯定是做坏事。其实你知道它就是一个软体，就是有些像还有类似很多类似的软体 Morphous 啊什么都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又是他们一个猜测。然后再来你到那个色情网站上，如果你现在看不到图片的话，那就已经也不是公然在散布，各位懂不懂？就等于说我有个伪装，我不让你看到，我不再散布色情，因为我的筛选图片。那你现在你要色情的话，那你得要自己去到那网美国网站把图片抓下来，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所谓的解码的，再把就是 IDG 再把它转换。IDG 其实是一个抓档的一个软件，就是它会把很多就像 Flash Game 一样，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种东西啊，就是把我档案快速下载这样。好，所以呢，这个我的详情我不要再讲，我说
先涨价，我们表示说你看这个事情的荒谬性哈。但是这个荒谬性当然不仅这一个，还有一个，之前教育部啊，现在他也发了一个公文啊，就是要就是学术网要向色情宣传宣战啊，在这个就是教育部开始呢有这个要宣布反制。这个因为教育部有管这个学术网 Canon， 然后他觉得这上面有太多的这个色情的东西啊，他这个有一个会议叫台湾学术网不当资讯之防治，让他有决议啊。那所谓不当资讯就指色情暴力、辱国与谩骂的不当言论啊，包括谩骂啊。OK， 这个很广泛啊，什么叫谩？什么叫谩骂？不知道有些网友人就喜欢说人家是小白啊、恐龙啊、做游乐小姐啊，啊，还有说人家是猪头。这个好，那他就说这个详细不管啊，这个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也是很可怕的，就是的地方是这个啊，我在这里哎，哈哈，我这个资料太多了啊，我刚好 ，anyway， 他的简单意思就是说啊，我看到了。他现在是这样的，他要先委托北中南区的合作大学建构起不当资讯的筛选标准及资料库，在提供学术网络的县市区域网中心进行比对管控，其中对未满十八岁的中小学生将采取主动保护，凡是色情暴力赌博资讯或网站一律加以阻挡，防止人进去。至于学生抵达成年的大专院校，则以管理规范为原则，采监视、建议及警告防治。OK， 所以他知道你今天晚上。上了色情网站，而且还首播你，啊，这是他讲定的。除了建议使用者不要读取，所以他会不留情的告诉你，台端，啊，昨夜已阅，你昨天上了某某同志网站，或者是某某猛男网站 ，OK， 或者是某某什么网站，啊 ，SM 网站 ，OK， 这是对你这个身心发展不利的 ，OK， 啊，所以他建议使用者不要读取，也将记录使用者资讯清单。以利事后追踪辅导。你们可以听听，就是说你们可以自己了解一下，这个是多么色情的这个啊，对全侵权的啊人权的那种随犯的行为啊。那有意思就是说哈、啊，这个所谓 talent 上面不准你有这种所谓的色情啊或者性啊这种。这种东西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说 talent 这学术网站的是不是全部都是学术呢？不是，里面有什么象棋呀、象棋社啊、篮球社啊、哪里吃东西啊，还有交友站 friends 啊，所有东西都可以，但是就碰到性，啊、就是不可以。其实所以它这是基本上是双重标准啊，所以它基本上说好像说是我们正大光明说。我们取缔色情，我们不要色情或者有跟性相关的成分在我们学术网站里，不厌的色情的，跟性相关的，那么它都禁止。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对于性的一种性别的看待啊，也是其实是表示我们的社会对性别的观念的缺乏。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我刚刚讲的是比较是个国家的成分，就是国家在法律上的一个对于我们的。但是呢，整个来讲，在权力在今天呢、啊，它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啊。那这个我把它叫做这个权力的这个扁平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权力啊，它基本上它已经在是一个比较阶层式的从上而下，就是说，哎，这边远远的政府的法律在控制我们的行为啊。因为这里有时候说的要把政府说很笨，比如说爱的机器，其实在网上流传很久了。两三年了，那么所以贴图的人根本都没有警觉心呐、啊，就是说，而且视频大多是有新形态的机器什么的，他们觉得说，原来视频大的、其大的他们那个资讯这么落后，连爱的机器都不知道啊。好，不管怎么样，也有的时候天高皇帝远，所以呢，国家有的时候未必管得到我们啊，管到我们非常具体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出现这种权力扁平化的。这个趋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权力它的面貌呢，它是扁平，它比较可以及时，它针对性
性的去凌波惯动的行为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们，比如这对网络的偏大行为来讲，我们看到国家和政府啊，他们这个接待化组织，他用立法、用警察方式来执行管控，但是毕竟是比较笨重的方式啊，他们要开个会，然后找领导程序。但是啊，比如就拿网络来讲，在网络本身也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啊，包括这个网络业者、商业业者，包括这个站长，包括这个版主，或者一般的网民，就是你我他，像网民，他们也会透过一种自我的管理，他可以及时的和针对性去管控我们的偏差行为啊，他去检举啊，干嘛的啊，像反腐检举，在这个就我叫做权力的扁平化啊，就他不再直接看扁平的，他就非常具体的在你生活里面进行对应。OK， 那这个，所以呢，也慢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对于这些现象呢，我们觉得呢，还是有一些可以去这个抵抗或者是反抗的这个空间啊。那么当然一个呢，首先是这个必须要某种程度上针对国家、针对商业性的。那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更某一程度的组织起来。但是组织除了这一种啊，像性别人员会这种组织，甚至各位来的朋友，我们彼此之间啊，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些扁平化的组织。我们成立网络，扁平化就是网络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见面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彼此发展的就是一种网络，网络就是一种权利啊。那么，在比较大一点的组织方面，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成立一个像网络自由联盟这样的一个建设的体制啊。那这些议题呢，也包括很多种，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呢，是可以去监督民意中那个大众传播法，就是新闻局的前一阵的搞的大众传播法，也是非常可怕的，也不只是网络，还有包括电视这些。第二个呢，是反对智慧财产权的这种无限上纲啊，大家知道把它变成公诉罪，或者是说你有这种负这个，就是你在你的 temporary internet file 里面你把它存取的话，那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好，第三个是自由软体运动和网络资讯的合理传播权。第四个呢，是反对各大学计算中心对于网络不合理的限制啊，这个我想很多同学们都知道，不管是在业界或者是在大学或者是什么。第五呢，反对教育部对网络的管制啊。第六呢，是反对网络言论的检查、色情检查。第七个是反对政府和商业对网络隐私的侦查。第八个呢，是督促政府积极发展网络的软硬体建设和普及啊，因为我们的国家很多地方没有普及，而且越普及当然越好，那还能抓得深挖掘啊。第九呢，要废除一些不合理的网络。那我还没想到点，但所以说大家看今天这些议题，其实呢可以牵涉到相当不同多的方面啊，可以有不同多的这个连接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对于这个还有发展的外延，就是这个消费者的主权的问题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台湾啊，大家知道在大陆上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对这个 Google 啊的前沿的封锁啊，还有呢。他们这个，我们前一阵子我们的雅虎，还有就是怎么样，这些网商业网络软件，他们对家族啊进行一些清理啊，把一些他们有任何有问题的家族清理掉。那这一部分呢，也是我想跟何老师报告的幕后是确实是有黑手啊，就是这黑手就是这个地心黑手最常见啊，向这些网络公司施压。OK， 施压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清管理你们的这个色情网站啊。那反过来讲，其实我们也是更大的多数啊，也有更多人也因为他们这个清理而受到这个权益受损，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有消费者的权利，但是我们没有组织。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组织的话，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去跟雅虎、奇摩跟很多网站告诉他说，如果你再这样子下去，就把我们的 IP 警察问你，你就把我们 IP 讲出去，或者是你不让我们去登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警示你们，或者我们就直接去跟这些厂商，在他网络上登广告厂商去 email， 所以这也是一样的，可以运用我们消费者的主权。而且从这个商业这个网络的这个他们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些东西对他们商业是不利的。
好，对不起，我刚刚稍微打岔，就是说中国其实也有这个习近平啊，那他们也有一些诉求，我可以稍微念一下，他们说啊，网络公民权利属公民自由权，是宪法人权宣言中解释公民所规约的公民权利部分。二，网络公民权至少包括网络言论自由的公民有权利建立网站，网民在有权在网上发表意见，法律追授权不能滥用。三，不能滥设频道，阻碍网民上网，浏览国内外网页。还有公民有权利建立网吧的网络服务机构，政府可以单方面建立许可制度。那他们那个大陆的呢，也是这个是新浪啊，还有好几个也是把很多这个同志啊，这一类的网页都把它取消掉了啊。所以这个，但是在建立这个事情的同时呢，我想这个啊，就说我们组织起来同时呢，我们当然要注意几个在两个层次啊，一个是说关于这个就是消费者的理智。第一，我们不能因为说它是一个商业空间，所以它有权利去这个妨害我们的这个言论自由，因为它既然把这个空间打开来啊，比如说这个我所知道的一个网站叫做 KKCD 啊，这个 DBS 网，这个商业网站啊，那这个商业网站呢，他们最近呢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一个限制是这个它就是有个叫恋爱的，就是打电话给电话做爱的。那么你为了跟人家恋爱，你要把电话号码留下来，对不对？就把电话号码留下来。那么他现在有禁止你留电话号码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有一个版，就是告诉人家在哪里去这个有没有看贴图的版。那么他也会给这个限制。那还有别的我不清楚了啊。那像这样的一些作为呢，它基本上呢，其实是在妨碍我们的言论自由啊。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需要在舆论上发展，就是说不能说此店是我开，因此我可以就任意去限制别人的自由。那但这方面我觉得还是结合民生的存在。第二个就是关于就是说很多的法律，其实我们法律不怕严，严没有关系。那你只要严有明确的界限，那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可是现在我们的法律不是严的问题，事实上比较没有标准，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法治社会的法治的问题啊。这个两位律师在这里，像我就很不清楚这个刑法什么230，不是就是散布这个猥亵物品的问题，那到底235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叫散布？对，就是说是裸体图片还是性交图片？要论个露不露三点，还有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我知道可能有些女的叫做性，李教授意思可能是说，他想抓你就抓你，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个我想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的哈，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持续施压，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法治社会啊，这样才有一个标准。那我想说下面呢，这个我想请这个我们的领导朋友啊，想将他的这个。因为今天我今天来那个有一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今天要讲的事情是之前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就是持续的，就是我们在 KKCD， 然后跟 KKCD 是一个很大的站，就是它是一个它 KKCD 下面有很多的小站，那我们大概活动的地方是它里面的一个成员站。那其实规范的部分就是说，就是会刚刚王叔提到对那个就是网络性的言论行为的那个规范的部分，其实在统战部分。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就在这里面的活动，然后包括我们的就是 ID 或者是昵称或者是名片档这些就是言论书面的内容。然后跟总站的规范，然后冲突的一些过程。那其实因为这个过程和争议和辩论，其实是持续，就是断断续续的，就延续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对，那所以其实整理起来有点繁杂，我也不知道怎么弄。那所以今天我本来有摘要一份，就是摘录一份，就是那个什么
候课的时候的一些就是文章，然后辩论内容，是我忘记印了，所以可能今天讲会有点疏漏这样。那大致上就是，大致上就是以我自己的 ID， 我前前后后被禁了两个还是三个 ID 吧，被砍了三个 ID。然后就大概以这个过程做一个时间的分化。然后第一个 ID 叫 Linda 零三 ，Linda 然后数字零三的。然后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就那一阵子就是媒体在炒元宵的事情炒得很火热，然后完全是就是其实是刚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完全就是浮世心理这样，然后就写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用原著交情，然后因为我现在找不到我当初原来的那个电脑，然后反正就是内容就是以一个就是情色故事的内容，然后就写了一个名片上，然后很快马上就被检举。被不管不知道他是存在的那个同胞检举，然后检举以后，检举文出来没有满八个小时，这个 ID 就被砍掉了，就我没有办法登录了这样。然后再来呢，我就用 Linda， 就是原来叫做零三，然后把改大写的 O， Linda O 三，然后再去申请一个 ID 这样，然后重新再来过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之前就在那个。就是成人站其实已经泡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也认识一些人。那最开始就是去那个 KCD 总站，然后去跟他发表抗议文章的那个 ID 叫 Mike Wish， 那个是这个人是我弟弟。然后他就很激动，然后他就去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然后他去总站，就是他有一个就管理中心嘛，那个叫做站路板，就是他判决书都会在那里书写。然后他就在那边收集很多相关的案例，比如说，就有一个被总站勒令他改昵称、改名片内容的那个昵称叫做什么拜金女客什么研修中之类的。然后其实他内容没有任何东西哦，其实就都是写一些心情故事这样，就标题叫做拜金女客什么研修中，然后被总站勒令换昵称，然后。第二个案例就我记得的，因为我手上没有，就是我记得的。然后第二个案例是一个什么？最近很缺钱，他的标题叫最近很缺钱。然后内容是什么？有兴趣的，还是有好心的人士帮助我一下之类的。然后也是没有任何东西，然后被砍 ID。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反正类似这种很风声鹤唳的东西。对，就很风声鹤唳的东西，然后就被他很大声嘲笑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几个认识的网友，然后就开始玩一个游戏，就其中就也有些有在现场这样。然后有一个叫 C 港同学，然后他写了一个昵称叫做全民大元宵，然后内容就我忘记他内容写什么，反正最后一句话叫欠砍头十三只，就中间写了一些就是也是一些很暧昧的讯息，然后最后一句话叫欠砍头十三只二这样。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很翻转，就是欠砍头十，就我觉得有一本诗集叫欠砍头十嘛，对。那你这个东西就在回应这个东西，就是他在玩弄一个就虚拟或是真实，就是这是虚构的或者是真的讯息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就比较多的都是在那个就是字面上就换同音异字，比如说我弟弟赖布里奇他就写了一个圆柱交际，然后四个字都不一样的字，然后比如胶是胶水的胶，然后剂是药剂的剂，然后柱是柱子的柱之类的。然后内容就是什么？内容就是什么？最近没有钱啊，想要换电脑，想要换车子都不可以。然后连想要当一个堂堂的拜金男都不行，然后当当当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 Cheryl， 就是这个也是他现在是我同班同学，然后他的标题叫做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强暴，然后内容就是一些就是很暴力的字眼，很暴力色情的字眼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叫 Cream Level， 然后也在现场，然后他也是写了一个原著标题，然后他内容就四个人名字，什么那个李应元、罗福柱、黄义娇，然后什么忘记了，对然后就是这样。就大家都在玩这种东西，然后互相去检举，我们就去总站要互相检举，但结果是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强暴你，它实际上它内容是很实际的色情强暴你，
可是他的 ID 到现在还好。然后全民大员就要被禁了。然后我的另外一个另大欧三又被禁了，因为我写的内容叫什么？也是什么？我的原著交集，然后我把原著交集四个字就拆开来，就中间加一个标点。然后内容就写说，那时候刚好在打工，在补习班打工，然后就说我坐在补习班打工，然后就讲马克思什么，然后我就说坐在那边很屁话，然后每天在那边算什么时候可以拿钱，实在是很严重。对，然后马上就被禁，就马上被砍。然后这个大概是一个过程，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过程，就是我们在那边就在闹这件事情。那你其实从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的就是总在他的一个执法逻辑，为什么强暴你不会被看 ID？ 对，那然后等等，或者是说为什么 Night Wish 的那个原著交替，他内容就写堂堂的拜金男人不行，这个东西不会被看 ID， 可是马克思会被看 ID。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其实去检讨他的那个执法逻辑，其实是很有趣的。那在这里就是我们其实跟总站有一些辩论的过程，就是内在逻辑的辩论的过程。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在 Siga 跟那个 Linda O3 又被评选之后，我就又再申请了一个 ID， 就把那个 Linda 就开头是 L， 然后把改成大写的 I， 然后 INBA03 这样，然后就看起来跟 Linda 一样。然后这次因为他开头是 I 嘛，就是 L， 然后就昵称叫做银娜三代，银就是银乱的银，然后达就是女字旁女蛋达这样，然后因为刚好第三代银嘛，就是银达三代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常常在就是时不时想到，然后就去总站的那个私送的版，然后就贴一贴叫做父权升级，然后我的辩论策略是，我就引用他的条文嘛。因为其实你在跟总站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会给你一条东西，就是他其实他有一些很多规定的东西，就是对于色情和那个界定。那比如说他其中有一条，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什么情妇，然后元宵等词汇或暗示或怎么样，然后就是直接就去进 ID， 然后再来就是他就说什么对灰色地带的字眼一律以从严判定，就是他会一直把从严判定。那问题就在这里很麻烦的地方是，从言判定的那个言，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讲，你现在是你要进的到底是什么？你要进的是这个字眼吗？还是所有同音异字的东西？或者是内容？实质的内容，就是你有意图的，就是说你有，比如说你有公布私人讯息啊、电话号码等等。那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确定的操作性定义，就是你要告诉你禁止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你不断的去逼问他，然后他就不断的在丢这四个字给你，就是从言判定。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麻烦，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你甚至没有办法逼他给你一个确定的标准。对，那这个东西就然后其实我觉得，好，这个等一下再讲。然后再来就是中间的，就再来要讲就是中间的辩论过程。比如说 Night Wish， 他就讲了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 C 港的那个 ID 被禁，就是他其实是在全民大元交的第一个欠款的三个的那个时间，只是过很久之后才被禁，所以到他被禁的那个时间，他被禁的那个时间，他的那个名片档是已经是不相干的东西了，就是什么住宿啊，然后什么室友都很讨厌之类的。然后就 Night Wish 他就把这个东西就复制起来，他说你进的这个 ID 内容到底在进什么？就是实际上你进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相干的东西嘛。然后总干就说，总干就把原来的那个就是检举文，就是我们自己去贴的那个检举文就引出来，就说他这里有元宵啊。然后 Night Wish 就很贼啊，他就说问题是，你如果他就说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当初检举的那个人他杜撰，对，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死无对证了，他那个名片打不过去，然后他说那个时候那个总代就说因为案件积压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的时间有差，然后。
Linda O3 的那个，就是原雕马克思的那个名片档，他说这个东西它里面没有任何跟原雕相关的东西。然后总站的回应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热区记录里面有跟人有一点争执，就是有人跑来丢水球给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没有尊严，你为什么要去搞原雕，是大概。然后结果我就在那边跟他吵架，然后他说你这边要搞原雕吗？我说对啊。然后他说那什么，那你为什么这么没有尊严？我说原雕为什么一定没有尊严？原雕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没有东西确定。然后总站他就从这个热区，结果我跟他吵架吵翻了以后，他检举我的那个热区内容，然后他就总站就说我不是只是根据名片档内容，还有根据那热区内容，还有承认他要援交，可是我后面其实有一个对援交定义的讨论，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忽略掉，他就说你字面上有承认你要援交，然后就被禁了，然后 Cherub 他就去质疑一个东西，就热区记录其实是一个打电话。对，那你拿这个东西来当证据说你要援交，它的证据力在哪里？然后再来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援交的内容，实际上是他主动丢水球给我，就他主动丢水球给我，我是不是要援交？那这个东西我做被动的人，而且最后我没有答应你的援交的意图，那你为什么进的是我的 ID 而不是他的 ID？ 对，那这个东西一质疑出来以后，他就又回应。然后，所以那最后，赢达三代就是以总代自己的，就是我就再上去贴那个抗议文章，就以他自己的情色管理规则做辩护的根据这样子。然后，因为他里面说从严判定之外，他还有另外一条，就是说你必须要在同一个名片档和讯息当中标示你没有援交和性交易的疑虑。那我的辩护内容就是我的那个。那这个部分他又不回应，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是去发现一些其他相关的案例。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巧合，就是非常的借题发挥。我后来不小心在总站看到另外一个不相干的 ID， 他就抗议。有一个 ID 叫做 Kenny， 然后他的内容是什么？真情夫，可是他情夫前面有加一个英文字叫 pseudo， 就是假的，对。假情夫，然后这个名片档被禁，然后他的总站的那个抗，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你没有在同一名片档中注明你是非性交易意图，那这个时候就很好玩 ，Language 就去问他，就说为什么假不是否认的？为什么假这个字他不是否认？然后对你这个辩论到这里就会变得很严重，就是。没有办法，你看不懂就不行。对，然后，对，就这样。然后另外，就其实我要讲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面整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自由联想，包括刚刚其实也多多少少有讨论到，就是比如说什么叫做色情，就变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你不可能从这些案例里面，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从内容或者是从去界定什么叫做色情，你只能够去想象什么叫做不当的，然后从这个不当的你去间接判断什么是色情。那就是色情，我的意思是说，从内容去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被建交的法律就是这么严格的，然后他会一直摆出一个很可怜的姿态，就是国家在抓援交，然后国家在抓色情。那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媒介，我是有风险的。就我是一个商业媒介，我是有风险。你在这里，我容许你做这些东西，我会被罚。可是你到后来，你会发现说，这个权利它自己会长大，它自己会长出来它自己的判断。就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依据国家对你的界定，而是你自己长出一个很抽象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它不告诉你是什么。对，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一些 ID， 然后在这个整个辩论的过程。因为你是在一个公开的版面上辩论的，甚至是在一个就是成人站外面的一个总站的一个同学辩论，你会遇到很多很随机的，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回应。对，那比如说最典型的回应就是你搞什么鬼？是一个商业站台，你能够免费在那边用，你已经很偷笑了，然后你还要求人家怎么用？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出钱是老大。
择 被抹杀，他就直接 就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就是你就是判断分子不一样。那就是在这边，可是你其实也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例如说，当真的有一两个人在很认真看你的，很认真的看你的内在逻辑的东西，或是很认真去回应你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里面的很多的可能性是其实是很浮动的。那期待就是这样，可能有些东西可以大家再讨论一下，谢谢大家。我们一直觉得有一些真实生活当中有经验的朋友的经验交换非常重要，因为让大家看到确实它对大家的冲击是什么。那我这个部分的话，我要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讨论，就是儿少法的这个书。那我今天有点想要把这个，其实儿少法原先在草创之初的话，是出于一个蛮人道的，而且蛮好。那我想把这个部分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从儿少法原先要开始创造，它叫什么名字到底叫什么？原先这个法律是能量力，能量能量，你知道后来它变出来一个是什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台湾社会的变迁，台湾社会的转型，妇女运动的转型，青少年生活的改变，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思考哈。然后我会请一位跟儿少法直接相关的朋友来说一下他的经验。好，这个要讲儿少法呢，一定要从大家本来有点依稀记忆的，就是七零年代开始台湾出现一个，1970年代在台湾开始出现的一个蛮广泛的现象，就是除妓。1970年代中，其实除妓的新闻开始零零星星的出现在媒体当中，可是当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然后除妓的人数啊，算起来也不是那么多，被救援的对象不是那么多。有一度，这个收容所谓不幸少女的广福博爱院只有3个不幸少女在里面，所以当年他们在争取预算上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勉勉强强才过了关，心疼到一分。因为人家说人这么少，那你们要那么多钱怎么办？所以当时的话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不幸少女或者除妓还没有被当成一个很重大议题，没有被大家拼命去搜捕这个救援对象，以便让广福博爱院能够多一点。可是这里面啊，很有趣，在台湾的除妓现象没有得到台湾有太多的关注，反而是1978年，可能大家还记得 Judy Foster 演《Taxi Driver》计程车司机里面的电影里面，他演一个12岁的这个除妓，非常成熟老练的表现，还得到了媒体很大的关注。然后接着就是 Brooke Shields 布鲁克·雪德斯，也在一个电影叫做《Pretty Baby》漂亮宝贝当中也演一个小除妓。然后当时就轰动全球，这两个在媒体上面在演艺圈当中的这个演出的表现，反而使得原来在新闻当中大家读到说抽象的说，台湾找到了一个除妓，是这个抽象的除妓有一个很具体的形象，这两个好莱坞的例子使得这个除妓在媒体上具象的呈现，他们这个同志而老练的综合体，使很多人开始感到不安。80年代中期开始，除妓的新闻透过山地的宣教人士推动这个浮上台面。因为当时的话，因为政府也希望有一些这个对于警方办案的效率的报道。各位知道这个警方办案的效率报道，最主要的都不是说过了什么案或做了什么事，最主要都是说扫荡色情的。所以当时的警方也用这个方式扫荡私娼，然后扫出来了很多很多除妓。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报纸的话，1980年代的这个动不动就说救出火坑中救出山花树朵，然后在哪里会救出的土地多少多少，然后开始比那个年纪啊，然后原来想救出15岁，然后后来说哇竟然有14岁，哦竟然有12岁，也是我们平常都抓人教说哦竟然有80公斤，然后下一个哎呦，同样的那个有逐渐提升的一个效果。而当时这个扫荡上扫了很多的足迹，每一个消息都得到了很戏剧性的报道，以便去凸显警方的救援形象跟业绩。警方又救出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在刘生敏警察，后来就在这个特别新工作的这个领域当中很出名，是救援的形象。
好像一手带着人进入，也是上去要救助的人员。但是当时的话，因为人口贩卖其实是出自于山地的这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许多家庭在赤贫当中不得不选择一条道路。再加上警方也有一些成员和黑道及人口贩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结，因此被救出来的所谓山花，往往很快的就重上就业。对于在山地工作的那些宣教师或者社会人员来讲，眼见家庭伦理崩溃，传统妇女角色崩溃，大家还有忧心的是族群的未来，因为山地的妇女就是山地的未来的母亲。那这个族群未来的原住民的这个母亲们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残害，对这一些宣教人员和社工人员来讲的话，这是情何以堪。1987年在解严前夕，有几个宗教妇女团体借着解严这个前前后后稍微有一点点开放的风气，结伴前往桂林分局，要求警方对于除去人口贩子加强办案。那因为人数其实蛮少，报纸当中就报道出来说到多少人，应该蛮少，而且那个行动其实还没有一个名称，就是他们就是怎么去那边要求警方要改进，这种而且是一个比较陈情的这种姿态。所以虽然还是在戒严时期之内，没有遭到什么样太大的阻碍。各位现在看惯了街头上的示威，其实各位在戒严之前啊，这个三个人以上的聚集都是违法的。OK， 这是已经是可以有可以触犯各式各样的判断罪，那这个是为了防止社会运动的形成。那第二年，也就是解严之后，87年解严，然后1988年的时候，同样的这些宗教妇女团体再度的举行一次类似的活动，因为这个除夕的情况好像没有被解决。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个时候来了很多的团体，然后据媒体报道有400多人到场，虽然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但是应该就是这么多了。那因为有了这么多人的话，他们不单单是在警察局面前去抗议救援不力，同时也进入华西街用广播去呼喊，说除夕姐妹们出来离开这个行业。当时啊，因为400多人，大家如果去过华西街，知道那个巷道非常狭小，非常拥挤，有400多人在里面走的时候，连当时的这个记者都纷纷拉下，因为怕说万一要冲进去要干嘛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好像是蛮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铁门也拉下来了，也没有看到山花，也没看到除夕，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喊的过程当中，还进一步的去谴责嫖客。在这个时候，这个呼喊谴责这个使用性工作的服务的这些人，这里面的话，这个言语部分、论述的部分也越来越清楚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原先在87年的时候，其实反对的是人口贩卖，要求警方去除的是人口贩卖。对于性工作、对于卖淫、对于妓女部，并没有要求要全面除去性工作、全面扫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只是人口贩卖的部分特别针对原住民。来做诉求，可是到这第二年的时候的话，这件事情扩大到我们觉得，就整个行业的存在，正是原住民除夕这个堕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脉络，因此而转向要求，就是整个的这个性交易都要被重新检讨。1992年到1995年之内，也就是他们开始真正提出立法的这个阶段，这里的话当然有一些历史性的因素。那其中有一部分的话，是因为国际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救援除夕的团体，特别以亚洲为对象和目标。那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第一世界的 NGO 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他们透过 NGO 本身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他们的这个智库也好，开始发展的一种操作的方式，操作方式就是公开游说。用立法的方式，他们认为说只有用立法的方式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92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些 NGO 的团体就开始讨论，特别是原来的那些以宗教为本的救援团体，其中当然包含了最早做的像终止贫穷协会啦，这个立新基金会啦，或者跟天主教善牧基金会相关，这几个都有天主教或基督教背景的妇女团体，以他们为主的这些救援团体的话，开始要立法。他们要立的法叫做《除妓防治法》，目前没这个法啊，因为这个法后来就变成儿童法。除妓防治法，因为这个除妓防治法听起来的话，就是正当性是很高的，那是救援人口贩卖的这个受害者，很有正当性，
而且当时的话，各位知道是解严之后，台湾其实还需要一些改善人权记录的工作，来向国际社会宣示我们是已经解严了的一个社会。那所以各党派的立法委员都还蛮积极的加入这一个行动。当时第一次把这个案子要送进立法院，还是叫做重新劳资法的时候送进去，就有90多位，大概99个立法委员，各个党派都有了，有立法委员就加入了这个行动。行政院当时也很配合，当时因为立信基金他们就鼓动一些人去跟行政院游说，因为通常的话，民间团体是不能立法，是要行政院来提出这个法案。民间团体立法成功的案例，据立新他们出的一个 NGO 行动的书说，他们是第一个由民间发动立法，而且游说成功，行政院没有提出相应的版本，因为通常会有不同版本嘛，就好像这个叫什么民法亲属编的时候，当时版本，然后呢，后来这个行政院有相应版本，好几个不同的委员也提版本，不同的版本来竞争。那当时的话，立新就游说了行政院不提出相应版本，因此就从立新这个版本开始讨论。在这个92年到95年这个3年当中，这个讨论当中，立新发挥了第一世界非政府组织所发展出来的游说的策略，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策略。那中间尝试的可能大家都有人机会，因为他原先是媒体记者，做了7年。对操作没什么经验，再加上也在第一世界的 NGO 训练营当中学了一些游说的策略，所以他学了，比方说可以怎么样去制造新闻，怎么样所有的消息尽量传给这个媒体，举办了50多场的这个各种公听会、讨论会、说明会，而且他们也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力。他们当时跟 7-Eleven 合作起来，透过 7-Eleven 的据点来征收这个捐款，还跟很多公司联系，在很多公司门口摆签名的摊位。所以当时这个版本法案的版本送进立法院的时候，除了有99位立法委员签字之外，还有7万多个民众签名。所以各位啊，如果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些未来的修法的举动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个方式，我们也来搞一下对应的这些东西。好，这个充满人道情操的运动顺利进入了立法的程序。可是大家也知道，在立法程序当中的话，刚才王院士您提到一些，就是会有很多协商，会有很多讲价、讨价还价，这个法案跟那个法案串在一起，我这个立法委员跟那个立法委员之间的交情怎么样，我们最近在干什么之类的，都会有相关联。所以当时的话，有很多人的意见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比方说像这个积极参与的谢启大，在这过程当中参与很多，还有一些反常很用力的这个沈美珍律师，他们的意见都使得这个防治条例增加了很多法则。各位如果比较逐级防治法以及到后来一读通过的话，增加了非常多的法则，也增加了很多被罚的人员，不但人口罚则要人口贩子要罚，劳保保镖要罚，连所谓的协助者也罚，就是比方说他们如果在我的住处在我家租了个房子，那还是我的房东也要罚，就这些协助以至于广告者也要罚，通通一起一读之后，才有很多委员提出来说，哎，除替是一个污名，因为我认为这中间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还有待于去查询，就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说不要用除替来立法，当场列举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说不要用污名名称来立法，免得标签化了青少年。从后来改为了叫做《儿童与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而且这个法是个特别法，它涵盖就是只要在它的范畴之内的这个法，越过其他的相关法条的条例，这个法的影响很深远，因为原先设立是要防堵人口贩子借用广告、广播电视放送广告来引诱儿童及青少年进入性工作，大部分人也是看待青少年性工作就是这样，不是因为心智不成熟，所以被引诱进入这个行业。可是，而且这个罚则的话，比方说被抓到的话，符合29条的话是1年以，刚才王律师说1年以上、7年以下，另科罚金100万。这个罚则大家其实也看得出来，他针对的对象其实是业主，也就是说如果付得起更大笔钱，如果被罚那么小的人，希望是就是广告的放广告的这些人，要不然的话你如果说是青少年，像我们现在啊，现在只要刊登人家广告的个人都被受罚。其实当时我认为设立这个条例的时候并不是针对这样一个个人的。好，那可是在1999年的时候，刚才王律师提到98年的时候高等法院有一个诠释，那这个诠释的话其实是要有性交易的行为才抓，但是99年的妇女安全要求修法的以后是瞬时都发。你如果比较这个当时立法院通过的版本以及99年之后修改的版本，就看到前面讲的是说广告被罚，
你后面讲的是讯息被盗。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人的层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过去广告讲的是从商业性质的，他们想到的一个商业性质，比方说公关公司啦，你这边去招一些这个性工作者，然后引诱青少年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后面当讯息的时候，那就是任何人写的讯息，不单单只是商业的这个广告的行为。而且呢，刚才这个使人为性交易这个部分，王律师也提到过的。我记得也是李方这个教授也提到过，就是其实这个使人为性交易啊，是使别人为性交易，还是使自己也包含在内了，也是一个争议点。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大部分人都是把这个自己也包含在内。从这样的一些修订上看起来，就知道法的范围从原先所构思的专门是针对人口贩毒、劳保、保镖这些人之外，目前这个青少年儿童及青少年防治条例的话，其实包含了所有普通人，你自己做自己的广告都不可以。那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在网络上面，其实网络是什么？大家在 BBS 留言，第一步做的就是广告做。否则的话，这个千万条、亿万条的这个讯息当中，为什么人家会要看你？为什么要点你的？如果你在上面写一个平淡的讯息，签名打也很奇怪，谁要理你啊？你就想小小的平淡的、很寻常的东西，没有人要看。因此，其实网络上面的某种写作的方式、推导的方式、标记的方式，本来就要有一个广告作用效果，要吸引别人来看你这一条，而不要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但是这样一个语言上的特性，其实并没有被执法者或者是团体的关注到，他们只是觉得哇，一耸动不得了，赶快看。而在这里的话，就会有很多人遭殃。过去的这两三年当中，至少有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最少已经有1000名以上的朋友因为在网络上面刊登人家讯息而被，要不就是诱捕，要不就是从网络公司拿到了 ID， 看他们真实身份，然后被约谈到警察局去，然后就做笔录，然后被起诉。那今天我们很幸运的能够请一位儿少法的受害者现身说法，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个人的故事，大家特别给他鼓励。王先生愿意也从台中早上6点坐火车跑上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管道让大家知道一下，说人家报纸上看到那个新闻说啊，援交者有被捕啊，援交被捕，每个人都觉得哦，对，应该被抓呀，怎么可以这样子贩卖自己？然后我们大家来听听看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他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是那个儿少法下的那个牺牲者。我是被判3个月，一个罚金80100元的，对。然后我当初是在那个网站上面留言，可是当时候也是无意的，可是我的内容，没有，就是在字眼上并没有谈到有关系。还是说，要金钱什么都没有。我在上面是写说，我需要帮助，就这样子。我需要帮助。然后儿少法上是说，就是刊登引诱媒介暗示或其他不实人为性交易资讯行的，然后就是有罪了。然后当时候的那审判长，因为我有申请那个上诉。因为我不服嘛，然后审判长就也不太屑了，就说你干嘛上诉？我说我并没有要援助这样子，然后审判长就说，可是只要张贴文章，不管你的内容有没有提到性交易或者是援助二字，就是有罪。那可是我觉得很好笑，我就当时候跟那个审判长讲，可是我上面所留是帮助，不是援助，然后所以审判长就是。然后最好笑一点是我上诉被驳回的理由是，他是这样写，他说被告如果要在网络上交友，则应该先在网络上与回应者联络沟通，待一段期间交流观念培养友谊后，才能交对方见面。哪有？
还有一个客人之前加以为理由，先行邀约见面处理。然后我的疑问是，谁说在网络上交友一定要先交流，完再跟对方才可以跟对方见面？然后他说我一开始就以金钱作为交易这样子，可是我并没有，而且我也没有约对方，是女警约我。女警就是写 email 给我，然后留他的手机，然后我也是很好奇嘛，然后就是打过去嘛，那女警也是就讲话很 nice 这样子啊，然后就很直接问我说价格怎么算，那我当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价格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行情是怎样，我就说就随便就帮人家帮白龙白这样谈不过就这样，他就是逼问，然后我就说那一千块就随便讲个数字，那他很不相信说一千块那么便宜，那你可以要求更多一点这样子，然后说啊不用很忧郁，我们找男生就很不简单的，对啊，所以就他就说哦，然后就他就约我到台中的静宜大学大门口，对，然后我就到大门口的时候，就期待对方的来。就等很久，跟他约七点，他应该说他约我七点，然后我还在骑摩托车去静宜大学这一段途中，他一直不断打手机给我说一定要到，一定要到，我说好，我一定到，然后可是到七点多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来，我打公共电话给他，我说怎么还没来，他说快了快了快了，然后他问我说，你穿什么衣服？我说哦，全身穿黑的，还戴帽子这样。他说好好，这样我等一下就认识了。我说好，然后后来就等一下，一过一两分钟之后，就一台黑色休旅车忽然从我后面过来，然后我以为他是跟那个静宜大学警卫在讲话，因为就看到两个人下车，然后就过去跟警卫讲话，然后我就不管嘛，然后我就这样看马路，然后忽然一个人就抓住我的背，抓住我后面这条，然后就很好玩，就说女人住交际哦，我说啊。没有啊，没啊，然后他就直接从我口袋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就在旁边打，就按手机，然后我手机又响，他说这手机是你的吗？我说对，然后他说哦，确定哦，好走。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跟我讲说他是警察，他也没有跟我说走去哪，对，所以我当时候还在很担心说完了被仙人跳的。看起来也就是领保安，然后就穿便服这样的，然后还吃槟榔，这样拽出来也不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担心的要死，然后后来就忽然开到警察局，到警察局之后就是下午才知道他们是警察，然后里面就是我的案件是比较特别，我除了这个讹诈法这个很不合理之外，我还被警察威胁，我觉得蛮那个的，就是在警局的时候，在录制笔录，一般录制笔录的正常的那程序应该是，录音嘛，同步录音嘛，编辑就说啊，你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然后我就回答，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个警察就是很特别，他懒得同步录音，他直接在电脑里面都打好了，然后直接列出来，然后就叫我签名，然后。我被威胁的地方就是说，他当时在打那个笔录的时候，他自己在打，他问我说：“你还在哪一些网站留言过？”然后我记得我曾经在两个色情网站留言，然后可另外一个他要我说出那个网站名称，可是我说不出另外一个，然后他又说，这时候警察就很不高兴，就说：“你想不起来是不是？我等一下让你有办法想起来。”然后那个门就打开，对啊。唐烧就叫我进去，就说等下你吃完就会想起来这样，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说，T 字吧，应该是，他说哦，他也不管多数，他就写上去，就打上去，然后就打很久，我不知道警察打是特别慢，然后打很久就印出来了，所以印出来之后就叫我签名，他说丢给我就说来你看一下，然后没问题就直接签名。然后它上面写笔录上面很多文言文啊，那
那因为我学历又不高，然后国文又不好，然后我又不敢问，因为那警察就，而且那警察，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啊快一点啊，签签就赶快回去啊，我以为说马上就可以回去，然后就，虽然觉得那笔录跟事实是不符合，可是也知道有签名，然后就之后他们就把我送分局，然后局还要关。我就在那个分局的那个什么室，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在里面住了一个对拘留室，那也不给我东西吃，也不给我水的，然后非常不人道。然后隔天早上我就被送移送地检署，然后跟一群很恐怖的人关在一起，然后我到地检署楼下的冷气开那么强，然后我又穿短袖，然后又一大群那个。恰好嘛嘞，然后还有那个很像吸毒，就反正说问我说我你怎么了？我说原住被害了，这样子。我说是哦，你原住。我说不是啦，被害的。他说哦，你完了，检察官是女的。便当那好像也不是人吃，我就吃不下了。然后后来就因为我本身又有忧郁症，所以我在警局跟在那个地检署的那个笼子里面是几乎快崩溃了。然后好不容易轮到我，然后检察官就是反正就是把我当场释放这样子。我以为就说哇没事了，就以为没事了，结果过不了多久就闯他们也不传我，直接进那个简易判决书，就直接判了，然后我就上诉嘛，然后上诉之后就是无效，然后最好玩的一点是，我是上个月二月二十四日确定被判三个月嘛，如准一颗罚金的话就是80,100元整，那。我非常的穷，付不起这80,000多，我本身还负债，然后又住外面，然后被关也不是办法，我不想被关，因为我很觉得很委屈啊。所以当时候我在接到这个传票的时候，我几乎快崩溃，然后我家人也快气死了，我爸差一点没吐血而已，然后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子女居然会犯罪。可是我并没有错，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反正就是几乎快疯掉。我那时候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就是想要把当初抓我的警察跟那个审判长通通杀掉。对，反正就是要死一起死嘛，反正我不可能，就是反正觉得很无辜就是了啦，而且我一个人根本。当时候我还在军中当兵，然后还在，我觉得审判长跟我完全不听的话，我说审判长我有忧郁症，所以是因为我听过说是不是有罹患精神病方面，就是在犯罪上面就是有一些迷失，就是我不知道，就可能会没罪还是怎样，反正我当时候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能拖这个拖这个，我还在法院哭。哭给他看，没用，他不理我，对，然后哭得要死要活，还说你患上我有忧郁症这样子，然后他也不理我，他说好啦，那就不用讲啦，就是有看到嘛，好，那你回去等，就是有罪嘛，就是这样子，那我就是无缘无故就被判8,000多，对，那好不容易接到钱之后，缴了这个钱，然后去缴钱的时候。想不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一过去讲，他说钱带来了，说好，你等我一下，然后就说什么等检察官获准可以用一颗罚金才可以用一颗罚金，这样不是说要一颗罚金用一颗罚金，可是我想这种，而是要把这一定都一颗罚金啊，对吧？我就觉得，他们很好赚的，这样一赚就把我赔了80,100，然后。就我觉得这一条讹诈法非常的不合理，我就因为这样子被抓被判，对，所以
我这些资料也都有收集起来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一起帮忙来参与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一条不合理的法律改变这样子。然后我已经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非常痛苦悲哀的经历，对。那我今天赶来，我不想要用匿名这样子，我觉得因为我并没有错，对。然后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走错路走到那边，我以为我看到一堆记者，我吓一跳，全部完了，怎么会有记者？然后想一想，想说我可能会出名。结果看一下地图，哎，不对，来到这边，很失望一下，哎，才一台摄影机而已。网络上的讯息还需要有更广泛的监看，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热心的反娼的教育女人开始另外一波行动，争取国家经费。终止同性协会建立了 Web547 专案，不但提供检举限制儿童在网上接触情欲资料的机会，他们现在要在各个学校都装上那个防毒的，你根本上不了这些网站。而且他们也同时这个广发古灵铁训练完全不懂电脑的一些妈妈呀、老人啊之类的。但是这些只要对社会道德有热情的人士都来教他们怎么上网。你看他们这个三天的训练课程，就第一天叫做初步认识电脑，然后再来告诉他们说什么叫做色情，然后讲习，然后三天毕业以后他们就可以出去自己在家里看网络的时候，这些人有机会接触很多材料，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因为只是完成了这个终止同性协会的统计报告。比如说像终止同性的这个网站上面，在过去两三年之间，他们做的七个研究报告都是有关网络色情泛滥的程度，其中包含一个报告就是网络自拍，也就是说这些雅虎网站、三九网站上面他们放的那些个人的这些照片当中，有多少是裸体的，多少是色情的之类的。那这一种统计报告，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招式，一个招式就是前一个阶段是透过立法，然后用法条来把这框框架起来，下面的话就要针对统计数字，然后形成更多的法条来对于网络言论进行钳制，形成网络世界的黄色恐怖。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谈网络的性言论自由的话，除了在法条方面我们需要争取我们言论自由的这个空间和表达自由的这个自由之外，我觉得还需要谈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这三年来儿少法被各地的远景，其中最恶行昭彰的是树林分局、清水分局，都是最喜欢抓的，因为统计数字上显示出来非常非常多，我认识太多人都是这两个分局掉的。儿少法被各地的远景视为升迁之路，比方说有一次讲到说这个很多远景就是因为抓援交而以至于他们这个基点很高，能够可以进入警察大学的研究的两个加奖以上去才可以加到两个加奖以上小中你要有积极的案子，又有什么加奖？那你有两个加奖，如果考上警大的话，你就先考。警大也就是。所以他说，当时的话，因为抓援交比较容易嘛，你那个抓中级犯也更多了。而且这很奇怪、很有趣的就是说，真正专业的或者比较油条的玩家，通常是钓不到的。那都是那些交友之路不很畅通、经验很少、好不容易可以透过网络的匿名性鼓起勇气的那些乖孩子，一个一个落马。而且也刚才黄先生提到成为惊弓之鸟，在警察局的时候承受各式各样的恐吓，说是承认一切就可以回家，结果当然就是到警局，然后开始强调这种，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要说在网上面行动就是老是想到说是不是要被抓。我觉得我们也要有免于羞辱的自由，因为这种案子是充斥了污名的案子，写这种言论也被视为是充斥了污名的人，因此被诱捕者被负了污名，不敢让家人或师长和同事知道，因而也特别容易被警方恐吓，只为要不让家人知道，就说随便什么都可以签，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冤，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被判了刑。
而且在这个判刑过程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差异对待，比方说如果是国立大学的学生通常会判刑比较轻，或者甚至不起诉或者缓起诉，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就比较重，如果说你的这个好的好职业的这个人的话通常也会比较轻一点，那若是你是无业游民正在等候之类的你就比较重一点，所以有一些这个差别的待遇在这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的网民都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经历了各种压迫的暴力，除了免于恐惧和免于羞辱以外，我觉得我们还要谈免于猜疑的自由，因为又开始以后网民之间相互的猜疑，每次你在网络上面讲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该不会是警察吧，你该不是要调人吧，你该不是什么，每个人都要有互相的猜疑，这使得网络世界本来就很脆弱的互信再次的遭受到破坏。即使右股目前警政署已经宣布不再虚假，网民们恐怕也回不到原来那种自由自在交往的原地，因为还有各式各样你刚才卡兰波讲的平面化的全面和自我检查存在，我们都会被迫不虚必须不断的检查自己言论，担心会不会又被遭殃，又要被版主制裁或者被其他网民制裁。就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议题而言，我觉得网络上的信言的自由，因为事实上牵涉到真实世界里面人的存在和人的自我的展现和人沟通交际的自由，这一部分的基本的信权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谢谢。